你是米雪芳小姐吧？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只要你是米雪芳就行。上广州是不是？我送你，来，带他们俩上车。放我出去！米小姐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是朋友，不会有人伤害你的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要听话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朋友，我们是朋友。你是哪个组织的人？是黄先生的人吗？我要见黄先生，让他来见我。好了，你休息吧。进去吧你。 这两天，监狱方面和公安方面都查得很严。我其实是不方便来见你的。没办法，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见面。有什么事儿吗？陈亮。陈亮是不是已经进了监狱？是吗？不会吧。
我有可靠情报。他怎么会进监狱呢？黄先生不会是明知故问吧？当然不是，我确实不清楚。我希望你用你的方法营救他。我就陈亮？不不，绝对不行。再说，我还没有弄清楚他是怎么进去的。可是时不我待，我希望你两天之内完成营救。那不可能。可能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可是为什么？陈亮他不可靠，这件事情肯定是个骗局。我。你应该做的就是坚决执行。我记得你常爱说一句话：“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”但是今天我来了，我命令你完成任务。您的报纸卖吗？这是机关的报纸，当然不能卖。哦，我那儿也有一些报纸，都是明天和后天的。你想看看吗？请进。这就是你的部下给我安排的住处。你还没问我是谁呢。不用问。图纸。黑桃 Q。你可真有耐心，可我早就等不及了，赶紧告诉我，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？已经开始了，你不是一直在执行任务吗？你表现得很好，出手利索，次次成功。组织派我来，就是让我给你们充当杀手，代价太大了吧？我们的计划代号叫秘密图纸，清理掉已经暴露或者即将暴露的废物，也是计划的一部分。当然，另一部分马上就会开始的。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。你总得先把伤养好吧。
你知道我受伤了？上次对你很器重，我的任务就是配合你，我当然得关心你了。谢谢你的关心，我的伤没事儿，我希望尽快开始。你总得先完成名单上的任务吧？前五个我已经完成，告诉我第六个人是谁。别急。 局长，怎么，你已经在这儿等我了？我想见陈亮，他肯定知道毛毛在哪儿。好吧，我正要去提审他，你来做记录，但是不许问话。走吧，第二监狱。什么？已经被关在监狱里了？对，这么重要的犯人必须严加看管。你别忘了，他也从公安局逃跑过。是，救我！ 是，他们是在陷害我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。是，老师，走，走，是，走，咱们俩夫妻一场，你不能不管我，不能见死不救。安静，陈亮，我问你为什么逃跑？我怕被枪毙，我不想死。
马上找最好的医生抢救，千万不能让他死了。局长，怎么了？陈亮中毒了，很危险，赶快拿氧气。 刚走人就出了危险，也是中毒症状，他娘的，监狱特务死了这么多，怎么还有呢？监狱长，是谁给病人打的针？应该是王医生吧。那王医生他人呢？小白，到。王医生呢？不知道，有一会儿没见到他。怎么回事啊？病人正在抢救，他怎么不见了？这个，监狱长，217号是不是也是王医生抢救的？对呀。 局长，坏了！马上戒严，通知所有岗哨，绝不能放走王医生。局长，报告局长，各个门岗都没有发现王医生。王医生，王医生，王医生，我还找他谈过话。监狱长，能找的地方全都找遍了，可以肯定，王医生不在监狱里面。跟我说，人可能不行了，快！ 特务的毒药很厉害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人死了。不可能！你们一定要救活他！你们一定要救活他！陈亮，陈亮，陈亮，不能死！冷静点，陈亮，石云，你要冷静。陈亮，陈亮，是我们的同志，而死的这个人是投敌叛国的特务。 要不是你事先提醒我，我肯定诊断陈参谋已经死亡了。特务的手段非常的高明，要是前几年我们的医学技术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发达，我相信没有一个医生敢说他还活着。谢谢了，教授。我真想看看陈参谋是怎么醒过来，我也想知道特务是怎么干的。要是你们抓到王医生，让我来审问他。
这个特务肯定是一个很好的药学家。大白天的，你跑这儿来干嘛？离这儿最近，而且最安全。 天命。
你对陈亮有多大的把握？十成。这么绝对？因为他爱我们，他爱我和孩子，他答应过我，要带我们去一个自由王国好好过日子。嗯，组织很重视陈亮，我们可以协助你们离开，但是。 陈亮必须接受更为严格的考验。相信他，他是一个重感情重家庭的人。可他也是共产党优秀的军人。他已经和他们决裂了。他亲口告诉我的。米小姐还是很天真的，跟史密斯先生的其他部下不太一样。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特工，但我是个女人。 我相信我的直觉，能够帮助我完成一切。我也相信他们是准确的。一切都要等到明天。明天？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？你们不知道陈亮已经被人抓起来了吗？你们不知道他现在需要马上营救吗？为什么要等到明天？你们有他的消息吗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死了。 黄先生让他死的，那他还能活？黄先生是这么说的。我听说米小姐也经历过这样的死去活来。好的，我原则上同意。陈亮是部队的人，就按你们说的办吧。嗯，好。 部队决定，明天一早把陈亮埋了。石云同志，我希望你能够和头提叛国分子陈亮彻底的决裂，从心里重新的振作起来。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你做。那个刚刚逃走的王医生，很可能就是黄先生。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打开广东特务组织的一把钥匙。 另外，黑桃Q一次又一次的从你眼皮底下逃走，你就不想将他绳之以法吗？再说，毛毛还没有找回来。局长，您说的意思我都明白，但是我实在没法相信。史云同志，党和人民考验你的时候到了。 你应该马上工作，就从寻找王医生开始。是。好了，别哭了，喝点水吧。把头抬起来吧。现在还不是哭的时候。您交代给我的任务，是要活的。 可是现在陈参谋，他是死在监狱里边，又不是死在你的手上啊！你没有任何责任。这样吧，你负责把陈亮掩埋了，明天一早就埋，啊，不用通知太多的人，找几个战士随便埋了就行了。埋完以后马上回部队报到，不要搞任何祭奠活动，明白吗？ 怎么可能啊！都找过了，学校也没有。怎么办？小高，有没有毛毛的消息？师姐，你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。你瞧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没事儿。还说没事儿呢？你瞧你现在的脸色，都不像正常人了。小高，帮我通知所有能通知的单位，还有各个派出所。 一定要帮我找到毛毛，就没别的事儿可做了吗？全广州的公安都帮你找孩子，凭什么？可能吗？妍，怎么说话呢？我怎么了？就没有特务可抓，没有小偷可抓了吗？人民公安是保卫国家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，不
我们不是为哪个人找孩子的，更何况是叛国投敌分子的孩子。，师你难道就不怕又中了我的埋伏？天刚。我根本没有看见你。
我们不能这样干等着，那些坏人会害死我们的。可是我们没有办法。你不是有办法吗？你不是能把我弄睡着了吗？我们把那些坏人骗下来，把他们一个个都给弄睡着了，我们不是就能跑出去了吗？妈妈，你在说什么？